这怎么干啊？啊！慢慢来，慢慢来，慢慢来。慢慢喝一口，对对对对，我尿尿。哎，你把老鼠往家。人是铁，饭是钢，一顿不吃饿的慌。大家好，我是西安美食猫，两条鲈鱼，一块豆腐。今天我们来做一个鲈鱼炖豆腐，再加一个王总王。还是老话说，洗干净吃的放心。鱼洗干净之后，用厨房纸来给它擦一下，擦干，一会儿炸的时候就不粘了。豆腐我买的是一块老豆腐，切成片儿。香肠斜刀切片，生姜片，倒油，油热加盐，开始炸鱼。炸到两面金黄就可以捞出来了。鱼炸好了，开始炸豆腐。炸到这样两面金黄就可以了。锅里加少量油，葱姜蒜爆香，下香肠，豆腐，加老抽、生抽、蚝油，哎呦多了，加水，喜欢吃辣可以加干辣椒。大火烧开，把鱼夹进来，转成小火炖着，炖上15分钟吧。时间到，蒜苗、小葱花，鲈鱼炖豆腐搞定，开店开店。这两天锻炼的这腹肌还有点疼，我偷偷放了一颗冰糖啊，红烧味儿加上微微的有点辣，美得很。鱼肉也很入味儿，这个鲈鱼基本上没啥刺儿，吃着很爽。我也冬天做个这个鲈鱼炖豆腐，吃着热乎还下饭，美。今天的视频就拍到这儿了，我是西安美食猫，如果喜欢。